根据超限级院的探测报告，威胁已经进入太阳系，但所有卫星都无法探测。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面临外来入侵，请各军区做好部署。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但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万众一心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我感到他们来势汹汹，像一个十字架，旋风起剑，很巨大，完了，看起来火力充足。饕餮来了！哎。 丫为什么管自己叫饕餮？是你们地球管他们叫饕餮，他们会像地球发起攻击吗？还是能谈判？不能谈判。谈啥判？你谈判就能亲自跟你来谈判？孙悟空为什么没来？此时，体军的一道奇怪的电光闪现。 天河市，我现在就在天河市的联合路中心，这里的情况非常混乱，到处都是炮火，现场已经失控，交通完全瘫痪。远程火力会被拦截，我们根本就无法。报告排长，他们进入了密闭空间，我们紧急救援，一号准备起飞。 先用餐，补充能量。威胁的超级联队，因为雄兵连组成了地球舰友的科技能力，第一批超级战士目前成员共有9人，其中包括斗战胜佛孙悟空、银河之力葛巧兰、木星战神刘闯、大地之心程耀文、蔷薇采用的是目前运算能力最强的神核战甲，空间搬运计算员相当于1000万台银河计算机，这样可以精确计算每一个元素。重要命令。 进入神核频道吗？不知道，打仗呗。我不需要做这个，请节约体力。
二班长准备的怎么样？好，指挥官是谁？我。又是个女孩。不是女孩，是女神。我相信。准备出发吧。 没事吧？这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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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这是什
干事，怎么样？全灭连了吧？那边分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来。这是哪儿啊？这里是皇孙撤离点，我看到你们上空的战斗。蔷薇，蔷薇呢？挺持重，赶快登机！挺持重，赶快登机！撤离！蔷薇，皇孙撤离！快上！大家不要急，反击！反击！我们是雄兵连的超级战士，准备组织反击。我们拿什么反击？赵鑫，太好了，赵鑫，跟我一起冲过去。蔷薇，掩护我们冲过去，我们要摧毁他们。怎么摧毁？那生死不明，大家都被炸飞了，我们撤吧。撤？撤到哪儿去？为什么你要来这儿？战术碾压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失策了，这不是我们的战争，这就是我们的战争。给我滚开！滚！就当我没你几个战友。赵鑫，我们走。新火力，你们闪电信吗？我带着大家去送死，你已经红眼了，你没发现吗？蔷薇，蔷薇要去哪儿？蔷薇，赶车上，你去火力线，你去冲击他。冲击？怎么冲？你不是说飞吗？飞，会飞，但是会死，他们会打我。不打你，他们会吗？快去，快！我，好。刘闯在的话可以去看看雷娜，敌军都在天河市上空盘旋，他们以为自己取得了攻击的胜利。好了，我们的空军可以先撤退休息，雄兵连接过战场，我们开始反击，齐力用兵号随时火力支援。小队，蔷薇发挥你的火力，配合小队一起一击拿下。敌军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我现在管不了你，而且你还要吸引专门体力还有什么呀？高家，高家，请用主机隐藏，一步步杀进去。你是那只大蛇子，我没有火力干掉吗？你们掩护我，我计算后方地面火力和南海舰队火力，我可以通过虫洞打一波轰炸。你打我！被包围了吧？我想留言进去。留什么言？我
我在干什么？我现在身陷敌后，我可能要死了，我也没办法。爸妈，这不是人，好吧，骗不了你们。我哥在后悔加入这个雄兵连，我真的在后悔。爸妈，你们看，我真的被包围了，我真的要死了。刚才想了一下，我刚刚有自己的行动，配合他们打掉了一艘战舰，自己差点死了。但是，我觉得我做的对，因为起码我觉得我刚刚那一下也算挽救了100万人的生命吧。肯定有，爸，我做的对吗？对了，妈，我爱上了一个女孩，她叫蔷薇，我就是爱上她才来的，也不全是。她现在还在奋战。你们一定会喜欢他的，妈，我可能还要继续作战，直到战死。我觉得我肯定会战死，没有机会表白，不想有牵挂了。爸，妈，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我做的对，他们需要我，可能会死。